值超过2500万的劳斯莱斯幻影双门，各种颜色都有的小牛、蓝宝坚尼，一辆辆陆续出发，引擎声浪听起来就是不一样。有的车绑上迎娶的彩带红绣球，原来是要迎接美娇娘。这么多车子就是要准备给新娘一个惊喜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新娘也不知道。近40台超跑齐聚，是高雄这位新郎官给新娘的惊喜，排场超风光，几乎每辆都破千万，有迈拉伦、兰宝坚尼、法拉利、保时捷都各5-6辆，其中价值超过2000万的劳斯莱斯一次就有4辆。新郎是我小舅子啊，我自己刚好在做跑车租赁这一块。啊，就麻烦很多车友，今天就是劳师动众，希望有一个完美一点点的婚礼。原来新郎的姐夫本身就是礼车业者，一听到家里要办喜事，号召多名朋友车友通通来助阵，组成超过2亿元的超跑礼车车队。二号早上从凤山出发，风风光光前往屏东新娘家，让新娘看到超感动，感觉老公的用心在。啊，知道先前会准备这么多高档的车来迎接吗？不知道。新婚夫妻修成正果，场面一定要做足，让新娘家超有面子。街坊邻居纷纷出来围观拍照，近40辆超跑一字排开，仿佛是40栋房子在路上跑，实在罕见。TVBS 新闻时间，洪松阿娟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